大家好，我是青年民建联主席观塘区议员颜文宇。青年民建联最近出了这一本青年政策建议书，里面就是讲年轻人就业、学业、房屋和参政议政四个方面民建联的政策建议。我们接下来会在网上和18区都听年轻人的意见，你都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。